有没有跟你讲说有人说你很像？董卓与公，很多人像啊。哦，上一位咸酥鸡的老板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？有呢，我觉得有看，我本来以为是文家把我的头放上去的，我觉得还蛮像的。很多人说你像陈世忠，你觉得像吗？哎，小好，那俺太久而已。没有，有，我后来看到那个眼神很像啊。嗯，有。有没有跟你讲说，有人说你很像？董卓与公，很多人像啊。哦。上一位咸酥鸡的老板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？有呢，我觉得有看，我本来以为是文家把我的头放上去的。我觉得还蛮像的。啊，你疫情放我安尼，你陈时中够要算哦，算。陈时中他出来算，你咪甲退出喏。我讲的啊，无欢喜，进来搞我攻击。陈时中，我第一个倒台，我第一个说，我就绝对不准支持陈时中，实话实说了。啊，超前部署嘛。哦，唔知你部署不高哦，今嘛咧一干过两万啦，你请假就搞。啊，馆长不讲话，没有什么影响力嘛。我有没有影响力？你再等着看，支持。从我这行业都无几趟谈，啊！你支持，干那这点我都无可能支持你啊啦！你有了解无？干那这届这个疫情哪里这严重？歹势啦！我无可能支持你。我你讲啦，民进党我你讲啦，基本盘啦，哦，馆长讲你听啦，这届基本盘啦，第一啦，观光业绝对无可能支持你，哦，餐厅业无可能支持你，服务业无可能支持你，还了解无？做八大的，做 KTV 的，做餐厅的，做健身房的，上无嘛二三十万、三四十万人，无可能支持你的。哎，你有了解无？抬头，第一个要抬，拢抬这八大服务业、餐厅、电影院、KTV、娱乐，拢个动。去年甲阮动一届，今年阁动一届，即马咧配合恁，然后咧，然后嘛是安尼一天有几落万，啊死一天爱死九百个。你跟我说你都没责任，你还要出来选选你退，我说实话啦，实话实说啦，啊，超前部署嘛，哦，不知道你部署，你别平常心说啦，不敢，我们大家做店家都爱被叫母啦，不敢哦，有婴儿都不敢去上课啦，不敢哦，现在这样一天几十万啦，你真的就够。那至于说你要我去骂谁骂谁，我的个性是这样，你越讲，我越不骂。我越讲，我越不骂。大家不用孤丘比伯伯，你说双标，我也双，我双标啊，我超爱双标的啊。像蔡英文，我都不骂他。那我姐姐嘛，我支持绿的还是大于蓝。